我的小礼物好不好？水公园，对，还有我们的天空总啊，哦，天空对，因为其实这些景点，我都会带我爸爸妈妈跟我姐姐，就是全家旅游啦。是是，欧姐，我们其实有一个朋友，就是马是在的，就是马是在晋南的干妈。哦，真的、啊。所以我们其实每一年这个时机点，十月到十二月的这时间，一定会铁干妈火锅，所以我们家其实都是吃铁干干妈。是对，就觉得哎、欸，真的很好吃，就可以有荣幸来做这场活动，就觉得很适合我，因为我很喜欢吃干妈。是，一看我们一眼就知道是也是吃货。对，啊，多吃水果真的也对身体比较好、啊。对，我们看你也常常在这个我们的地方的文化产业活动当中。的演出嘛，所以说你也是接触了很多我们这种地方产业的这个
这个产品啊。我讲真的，我真的还蛮喜欢的。我很喜欢，就是我觉得哪边的农特产品就是可以帮忙推广 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尽一份心力。是，不敢说我们就是有多么伟大，但是就觉得哎，尽一点小小心力帮大家宣传。没有，就因为我们在办这一场活动，所以我们跟这一边的农民朋友啊，还是有很多接触。你看哦，真的在。你看我刚跟林冠明讲的，就我在路边也看到这个100块卖25颗、对对，你看那真的太高，有够高的啦，那钱都进去半年一个月有吗？对半年到三年有哦，一年，对，可是它的产值就只有这么短短的几个月，对，所以希望大家当多出点心力，然后当然要最主要是因为已经这样好价，对、啊、然后那营养价值又很高，现实中没买那你讲的对过诶，你要到过，我车子又已经开始去香了。对啊，你看你到这个时候没有买当季的，你要等到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就是我听说的，就是有放冷冻的那个，放很久的那个哈。即使准备上好啦，真的要推荐大家，真的不要人手一包啊，真的人手就是要多到带不回去才可以，用车子来载。是。那刚刚你在到了我会场之前，对，我们现场有，所以才会就是比较晚一点点，然后因为想说还是要看一下我们四周的大陆啊，跟我们这地方再走走看看，拍个照。对，真的。对啊，然后也非常谢谢啊，因为我粉丝朋友很多来自北中南不同的地方，北中南有，谢大家一起来啊。对，好几场，在之前跟你同台的这个过程也有很多熟面孔。对，没错，要多多支持哦。真的，支持10以外啊，也要支持我们的这个主体的这个，没错，就是你们都有在做直播嘛，对啊，然后多做一些我们这个文化产业的活动，让你们的朋友，不管是在地也好，外地也好，都可以认识我们这个在地的一些农产品。对，真的非常重要。跟着10这样跑也很辛苦啊，对，非常感谢，谢，非常感谢我们这些粉丝朋友的，是啊，好不好？OK， 那我们接下来再让大家听你的作品，好不好？好，就是我接下来带这首歌之前呢，我唱一段之后，其实我今天有说我有带来我特制的小礼物，是，我最近刚做的一个口罩，因为我想说我们有时候出去，看到这个大家如果关注一下我们这个10宝贝的粉丝团啊，都可以看到我们10的许多的动向，这个好，谢谢啊！你们干嘛刚才紧张的吼？你那个营养价值非常高。谢谢我们的威哥哈。好，也支持，谢谢。待会都把通告费买干。对。哎、欸，你不要想起我被委屈，我就要想你怕被我干嘛？是。因为我待会要渐渐的往北移嘛，然后台北的朋友就也很喜欢吃，然后又知道我今天要来做这个柑橘节，说：哎，你干嘛给你挂嘛？我无够分，我无回收啊。好 ，OK 了。那我接下来10来继续带来好听的歌曲，现在带来这首是我去年打在亲家的主打歌，跟这个七景波浪片，七景波浪片，想说送给现场的朋友，然后唱一段之后呢，又要发我最新的海报，因为我在上一个月十月份有一首对唱的歌曲，才跟这水仔一，对，然后这首有打在3D八点档的片头曲，是的，对啊，我想说就是把一些新歌的资讯送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疼惜玉玲。那我们现场以热烈的掌声再次的欢迎我们的玉玲的好听的歌曲，谢谢。我看到，我现在坐在后面这群大哥大姐，待会我一定会先发送海报给你们，好不好？哎，你也跑一下，哎，他跑一下了，谢谢。
脱下镜子了的我也不是我，想要最后去见我小心哦，我们先送给在座就谢谢，感谢感谢，辛苦了，谢谢你。哪一个怕的怕的怕的，他长那么可爱还怕怕啊。努力一些啊，先送给小朋友，谢谢。曾经我等过，努力一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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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领导。我这个海报很特别，它是做明年2020年的年历，要送给现场的朋友，你们打开看就知道。谢谢，希望大家会喜欢。Thank you.
结束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舞台的部分呢要来进行一个今天的一个趣味竞赛的部分。那趣味竞赛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待会呢，哦，因为我们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大概会挑一波的我们的